剩下香菜、洋葱、葱放进去。炸的时候用小火。花椒、桂皮、炒过花椒、香叶、小茴香，继续用小火炸。调料发黄，捞吃了。葱姜倒进去，肉末也倒进去。这个肉一会塞在我分一截的我肉，你看这肉炒的油全部炒吃了，给里面加一勺豆瓣酱。炒红以后呢，火锅底料放进去。然后给你们放些辣子面，烤了吗？烤了，瞧都烦的时候叫你发色的。现在有几个饼，这个饼是白发面，那是松，不么熟。咋用白发面？白发面治不烂呀。盖好以后直接打到锅里，这个馍落八成熟就好了。今天妈妈给我弄的什么排骨面是不是？好了，哦，肉肉，看看。肉肉，哦，少，就吃这个，你要去，给，等一下，有点烧，好了，少，给吃这个，这个不剩。你也接个菜，给你个老苦，你给你老苦，你也接个菜，来，我给你老苦，老苦了。馍也备好了，先舀上一碗高汤，一碗一碗来。大骨汤。对。少来一点鸡盐。黑巧子，豆腐，黄花，木耳。豆腐干，这些白菜，两个白，烧开后呢，馍倒进去，烧开后最要吃。葱花、香菜、酱料，老于，哦，吃饭。啥子？豆腐菜泡馍。你的最爱，给你叫。叫个巧。哎呀，叫你一吃，你把事儿都忘了。啊，成你做去了。嗯，先放菜啊。好。
爷爷我是拉了。过瘾不？没。没。给我妈个水。哎，你看，扶把我嘴。他咋了？我还不能吃。扶把嘴都。你刚刚吃的面面。嗯、来，妈。啊。啊，给再来一碗。你这碗还大呢，这碗已经那个几碗。我给你弄三个馍。来，热热。